界，不就是偶像剧里老掉牙的情节？怎么相遇相爱一起冒险，我们百看却不厌，那一些奇奇怪怪画面，太凑巧的遇见，是不是说出平凡人渴望的明天？逃离疯狂的世界，松开你的神经线，跟我再唱一遍。恋爱零经验，顶多是抽象概念，爱吃甜或咸，黑白的差别，不大的画面却溢出甜蜜感觉，这一些奇奇怪怪画面，太凑巧的遇见，不就是偶像剧里老掉牙的情节？怎么相遇相爱一起冒险，我们百看却不厌，那一些奇奇怪怪画面，太凑巧的遇见，是不是说出平凡人渴望的明天？逃离疯狂的世界，松开你的神经线，唱一遍奇奇怪怪画面，太凑巧的遇见，不就是偶像剧里老掉牙的情节？怎么相遇